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今天请大家欣赏一株万代兰吧。这是一株颜色鲜艳夺目，香味也非常好闻的万代兰。如果你对万代兰有了解的话呢，你或许呢会觉着这株呢看起来比较熟悉。是的，它的样子呢和最近几年呢非常受追捧的一株万代兰呢很像，叫做曼谷日落。这株万代兰的名字呢叫做 Prerera Rapid Path， 它是由 Bangkok Sunset 和 Vanda Costalis Pine River 杂交而成。 Pine River 呢是一种小型多花的万代兰，那二者杂交的结果呢就是眼前这株颜色鲜艳夺目、花小但是多花的万代兰。在我看来呢，它比曼谷日落更具魅力，因为它的花呢颜色特别鲜艳，比我所见过的曼谷日落呢更漂亮，而且香味呢也非常好闻。它没有曼谷日落的香味那么浓，但是呢相当不错。它整体的植株看起来呢也更为紧凑，花期大约呢在两个月上下，而且勤花，假如环境适合、照料得当的话呢，一年可以开2到3次花。但是在多伦多呢，应该是8个月左右可以开花。这是一株多重杂交的万代兰，它照看起来呢非常容易。光照方面呢，希望是中高光照。那浇水方面呢，这一株呢是水培的。通常呢隔1-2天我泡一次水，那泡水呢大概是半小时20分钟左右，那有的时候我忘了呢泡一整天都有的。那施肥呢就更容易了，在泡水的时候呢给一丁点肥加在里面就可以了。眼下我绝大多数的万代兰呢都是盆栽的，只有这颗和另外一颗万代兰呢眼下是水培，另外一颗呢是蓝色的，现在呢也有花芽了，等它开花的时候呢我再给大家介绍。这就是今天呢请大家欣赏的这株又香又美的杂交万代兰 Prerera Rapid Path。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长周末，谢谢。